制曰：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。武帝平礼乐而有疆风，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，侍从顺逆，人有咸余，朕成祖宗之大业，开日月之光辉，普天率土，罔不臣服。借维尔、宋江等效聚山林，结聚俊逸，本欲用章天讨，诚恐劳我生民，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，诏书到日，即将应有钱粮、军器、马匹、船只木下纳关，拆毁巢穴，率领赴京，原免本罪。倘或仍昧良心，唯利召至，天兵一至，调趁不留，故思赵氏享宜之息。宣和三年孟夏四月日赵氏。要陷我梁山于不忠不义吗？陈大人，哥哥，赶紧请出御酒，让众兄弟感受一下皇恩浩荡啊！陈大人，莫要惊慌，莫要惊慌，啊！来呀、啊，请御酒，御酒到！快快快快快，大哥，御酒来了。兄弟们，去取缸来。宋头领，请。太尉请，军师请。来来来，卢员外请。哥哥，哥哥，我帮你尝尝啊。哥哥们，哎，小心别死！我帮你们尝尝吧。这什么鸟鱼酒啊？这明明是污水嘛！他奶奶的！不是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的，不可以！我来尝尝。呸！是啊。你这狗官，拿污水当成御酒来哄骗我们！假意招安，是欺我梁山无人吗？杀了他！我真的不知道，不饶！兄弟们息怒，把刀都放下。我梁山坡不滥杀无辜，只杀贪官污吏。对对对对，这件事情一定是朝中奸臣所为。是是是，陈太尉定会在圣上面前
还我梁山坡公道。定会还你们公道啊！各位好汉，陆员外，哥哥，先送陈太尉出去吧。大人，请。你快还！